TJ 简廷照 ，Hello， 我是陈范博彦 ，Hello， 我是谢宗荣 ，Hello， 我是钟凯杰。那今天我们要帮我们的室友做一个圣诞礼物，那接下来就请老师教我们如何做出一个漂亮的盆栽。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球，它叫紫翠波纹球，紫翠的意思就是群生的意思，所以如果正常的波纹球是像这个样，然后一颗，然后它会有很多，所以叫紫翠波纹球。然后它是属于那种南非开普敦的特有种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盆栽呢放到这个盆栽里面，然后这就是那个联名的盆栽。先把这个土捏松，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换盆动作。捏松之后呢，就再把植物倒到这个换盆垫上面，把器件倒出来。倒出来呢，把旁边一些废土先把它捏掉，但是不要全部都捏掉，因为它会有些坑，就是不要让它跟都。来这个样子，开始了。对，开始。大概松到这个程度了，先开始。好，之后呢，你先找一个植物你最喜欢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？假设我觉得是这样子，最好考虑把这个调整。好 ，logo 也重新一下，然后去调整一下。我到底要种多高多低？然后先做判断。嗨，因为还没种完，还没种。现在室友是谁？现在室友是差不多这样。根玉跟那个桂在最上面。根玉就是爱干净，所以看得到的地方基本上他都会打扫。就算他不怎么下厨的话，可能那个地方厨房脏了，他会帮忙桂玉打扫，因为桂玉都有时候都水煮嘛，所以他都自己处理。桂玉就比较。不能说懒散嘛，比较随性，因为那是家嘛，所以就是回到一个自己舒适的地方，偏随性，所以他那个行李箱放在地板上，他放在地板上，就会等待下一次出远门的时候，那个行李箱又立起来，然后再来回来的时候又放一样那个餐桌的地板，他比较安静，就是没什么事的话，不太会特地聊天。但是吃饭的时候一样会出来一起吃，然后平常就自己在房间玩那个 GTA 啊，侠盗猎车手。玩游戏的部分不一样。他去调整他的身体。我是自己比较喜欢是比较干净的，就是我喜欢就是房间就是有头发那一种，我会。有点受不了，对，我会马上把它清掉，然后地板也会用那个湿纸巾去跪在地上这样子擦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忍受地上有一点脏东西的那种感觉。你会怕掉吗？对，就感觉头发跟灰尘会在空中一直飘，然后你无时无刻在房间里呼吸，就是那种感觉怪怪的。对，钟荣啊，祥君啊，没有，就我们三个而已。都每个都算干净吧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就是最干净的还是我了。最干净是自己没有啦，对啊，大家差不多。哎，我看你怎么讲啊？你在宿舍、啊、摩擦是不会有啊，对，那就是我们也是练完球回去宿舍会遇到。那因为他最干净，是因为那间只有他有，对，所以他都要扫，他年纪也最小，所以他要扫，所以他还最爱干净。晚上比较多时间，然后还会回家，还是会回家。他都很晚睡啊，他都会看动漫。我最喜欢是那个《海贼王》。那是魔兽世界。什么？喜好没有哎、欸，就看 YouTube。不会打人。我也不会打人。也还好，对。好，那下一个是。是可以，就是找位置插它的，随便吗？随意，就看你自己的喜好。如果插这个上面，就是你个人喜好。
都可以。这个他不会死掉？哎，他会死，他就会受伤，会喷血，会喷白血。好，这边还是有点那个表情。这个开玩笑。完美吗？我这是完美吗？有吗？不错，对不对？他每个石头。就那我，你这有缺人吗？我是有这方面的艺术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快点，太多了。他们基本上太凶了。不是吗？啊，等下回去要交水。过两天再交。过两天。因为本身跟室友，对对对，你不要问，这是要给室友嘛？给室友，那室友就不会管他，所以跟我们讲也没有用。所以你可以交代一下，交代一下。谢谢桂宇啊，圣诞快乐，加油！我也知道他有时候就是在那个状态了，所以不好去跟他多讲什么，所以只能这样透过影片，然后跟他讲一下。加油！因为平常可能没办法睡那么饱，对，按他说只练一餐就可以睡比较，对，比较满的，对。然后起床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这样，大概是这个概念。这两天要这样子。对，那两天这样啊，他就会看动漫，一直看。会吵到你吗？他都不睡觉。屁啦，乱讲，都讲出去能看吗？真的，我是讲实话、啊。学生时期跟之前在前一个球队应该有遇过很多室友。嗯。觉得以室友的评分一到十分来说，他算几分？哇，很好。这个哦。每个人都想跟我当室友。大概及格吧。没有啊，还不错啊，大概七八分吧。就因为我们两个画板就还好，没有很多这样，啊就各做各的事，也不会互相吵对方这样。对，这样是最好。对对对，像自己住的感觉一样，偶尔比赛打开来看，然后一起看一下这样。对。这边需要帮忙的，真的。我来说是放一下那个餐桌的地方。我帮一个老师帮不了。那个女老师啊，那个女老师闲闲的，想要来帮忙一下。这通常要找那个女老师来帮你，你是一个人没办法。我发现一个老师教我们教步，就是讲的话是不会。老师很忙，一个女老师来帮，多舒服。怎么弄？放进去吗？可以了，直接放进去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这样直接放。开始。在后面。哇，对吗？加固定就对了。家属都看过了哦。白痴。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快乐想得都拥有，酷吧，所有酷。现在有人会买吗？嗯，有人会买吗？说明有人跟你一样的眼光，就想买。说你做的人就很多了吧？啊，好了，送你啊，生日快乐。好了啦，画面很多了啦，不要客气。